主料，尖椒四个，豆腐皮两张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精、海鲜酱油、姜片、蒜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尖椒洗净切丝，豆腐皮洗净切出丝。锅内放油烧热，入姜片爆香，入尖椒丝，炒至片刻，至半熟，入豆腐丝，翻炒均匀，放盐、鸡精调味，入蒜片，最后调入海鲜酱油提鲜，炒熟出锅，还不错的一个菜哦。烹饪技巧：辣椒要先下锅，并且炒至半熟后再下豆皮，用海鲜酱油或者生抽不增色，但是提鲜。这道菜不需要放颜色很深的酱油，就这样清清白白的挺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